哇塞，快看，这家店好多三丽鸥的文具啊！上次我买过的玉桂狗书签，这里还有更多三丽鸥家族的。这个是笔记本，那页都是玉桂狗，也是有三丽鸥家族，这谁能忍得住啊？这种皮质的本子有点质感，这个是新的便签纸，你们猜我选了哪个？这个贴片做得像火漆一样，还有烫金压纹贴纸，这种小的比较便宜，做手账感觉不错啊。这个是 PVC 贴纸，优点是可以防水，比较耐用。便签胶带我又回购了，这个是 PU 压纹本，这个便签纸的封面是硬壳的，但是这个便签纸超级厚一本啊，能用一年的感觉。这个比较小包，玩偶也上新了，还有 Kitty 的，这个手账本也很不错啊，这个5.9块一个，页还是彩色的，还有三丽鸥家族的布丁狗的，大号的7.9块，线圈本也不错，喜欢这个 Kitty 的，胶带也上新了很多，这个的配色好春天，还有条形的，手账本我也买了。